从小到大，你看我跟。Hello， 我是爱看帅哥的下半部。这两天到处都是 Rise 解散演唱会的消息啊。那作为一个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他们云追星的海外粉丝，我看到他们解散演唱会的翻拍视频，我都不敢点进去。为了缓解悲伤的情绪，我点开了 Rise 里面两个成员夏之光和彦许佳的新剧《拜托了班长》。Oh no， 这浓浓的玛丽苏气息。那班部呢，帮大家看了几集，立马就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了，因为这个剧的 bug 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到后面也是有看头的，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大烂剧。刚打开这个剧，我差点没劝退，这个演员和角色也差太远。先说这个女主，就是拜托了班长的这个班长，还挺真实的，就是高中班上学霸班干部的感觉嘛。然后她的人物设定是美女学霸，俘获无数少男芳心，我就到底是为什么要加这种老套的人设，感觉在为后面男一男二男三都爱上她做铺垫。但是看到后面这三个男生喜欢她都是因为性格呀，什么日久生情啊，青梅竹马的，和长相没什么关系啊。那美女的人设是干嘛使的，就没必要啊，这太容易招来对女主长相的评论了。男主关关更是无用人设，说是校霸大魔王，哪有长成这样的校霸啊？关关身上就没有脾气啊，就是憨憨的帅哥罢了。他放狠话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甚至他可爱。后来发现嘛，他其实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学渣，贫爱搞事情，但是没有坏心思，善良讲义气。那一开始你就这么设定不得了，捣蛋鬼和学霸班长的组合也不错呀，非要整个什么校霸加上美女学霸，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这个编剧写剧本的时候可能在做梦。那整个学校的背景设置也很迷惑，不知道是在看搞感情的偶像剧，还是走真实路线的校园剧。开篇还挺 real 的，所有人都在强调高考，注重学习，同学们以成绩好为荣，爸妈也是把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，女主还把头发梳得光光溜溜的，我都快要有代入感了。结果闺蜜一出现，为什么可以披头发？为什么她的校服是裙子？我记忆中的高中校服那都是色彩斑斓、饱和度极高、雌雄同体的丑衣服呀。当然这个习俗全国各地不一样嘛。那我们往后看，是哪个高中食堂这么的宽敞明亮？这堪比我家楼下的 cafe 好吗？还有从一开始，光光是学生这个设定就很假呀。像他这种浓颜系帅哥，任谁看都不像学生吧？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高中，反正这不是我的高中。好，那当成玛丽苏甜宠剧来看也行啊，我就喜欢小甜剧啊。但是男一男二女主的感情线，作为偶像剧来看，也太拖沓了吧。我是已经做好了准备看两个哥哥和女主谈恋爱的，结果十几集看看，我是真的感受不到他们和女主有什么 chemistry， 反而最有 CP 感的是光光和佳佳。怪不得有评论说女主和男三在一块得了，男一是属于男二的。就是你既不让我们看甜甜的恋爱，也没有还原真实的高中生活，两边都想抓，结果就是看着特别出戏。好了，骂完了，来夸夸吧。为啥说这个剧也不算烂的彻底？这个学校设定我还挺喜欢的，分体育生和文化生，两边势不两立。然后学校强行把他们合班之后，两波学生一起生活，相互了解，成为一个集体。就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读言情小说嘛，什么男校和女校挨着，两边是死对头，然后男校横行霸道的三个校草和女校最风光的三个校花搞对象，就是这种搞小团体拉帮结派的，我还挺想看的。然后有一说一，这几个老师我还挺喜欢的。这个马主任是什么年级主任专业户吗？我看到他的虎躯一震。然后班主任好媚呀，就是那种成熟女人的魅力，你就想看她。哦，这个英语老师张口闭口说英语那块儿实在是太真实了。Have a seat. That's about right. 而且同学间的互帮互助啊，集体荣誉啊，居然还有点催泪，是怎么回事？光光到后面就演得很自在了，那种小学生吵架吃醋的桥段。吃完记得早点休息，然后不安。我由衷感叹，好可爱啊！佳佳就是英俊学长的形象，还是个学霸，我得承认有被电到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动手动脚的话，我也很麻烦。后面男三出现了，三个男生一起出现的画面很养眼，这也算是一个优点吧。拜托了班长一共是24集，现在更新了18集，剩下的也都可以超前点播了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。总的来说呢，你要是路人，你想看好剧你就可以撤了，这剧不适合你。但你要是剧荒想打发时间，建议 1.5倍速观看，你化妆啊健身的时候你当个 BGM 也不错，关键的时候看脸就行。那虎粉想看哥哥呢，其实这个剧还 OK 的，我之前看了不少那种为了捧 idol 而生的偶像剧，真的是太辣眼睛了，但是这个剧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加上粉丝滤镜嘛，甚至还算是有点好看的剧，里面两个哥哥的颜值还是挺能打的，为了脸去的可以放心看了。其实这个剧到后面，光光和佳佳两个人都是本色出演，就挺自然的。我觉得像 idol 这种演技还非常稚嫩，老被别人质疑没实力只有脸的情况，你说什么他俩一个中戏一个北电都没用，还是要靠演技说话。一开始还是要选择贴合自己性格的角色，先把简单的演好了，以后才能慢慢走上演员这条路嘛。像男团解散之后，各个成员都在找适合自己的路线，希望他们不管以后是不是要当演员，都好好磨练自己所需要的技能，好好搞事业吧，求求了。好，说完了。B 站的兄弟们来一个一键三连，YouTube的姐妹们记得 subscribe 我们，再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哦，拜拜。